全国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啊。那当然今天的加权指数啊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加权指数又大涨了223点，那也出现所谓的补量上攻啊。那这个地方其实啊，我在上个礼拜啊，我做全省的一个巡回啊，那个时候投资人告诉我的讯息是怎么样，老师啊，这个站上12000多点，很多人叫我不要做股票，我好怕，我真的好怕，这个加权指数台股涨太多了，啊，今天又大涨了200多点，那老师你怎么看？我的看法非常简单，啊，有一些股票，你可能当时候买的很便宜啊，对，然后一直涨一直涨，你当然可以卖掉，股票买了卖了，钱放口袋，哦，今天落来得弄有风嘛。没有错吧？好，那下一轮怎么操作？你去找那些未来会大涨的嘛，涨第二波的，啊，第一波涨完了，啊，会涨第二波，跟那个海浪一样，对不对？一浪接一浪，哦，这样子啊，哦，投资人对不对？做完了一波又一波，啊，哦，比较能够赚得到钱啊，哦。那当然，今天生技类股很多股票还是一样持续的跌停板啊，哦，但是有很多股票。哦，量都出来了，哦，我们举几档股票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里面长期帮大家追踪，在合一啦，啊，合一今天的成交量大概10000多张，明天有机会打开，哦，打开的话应该要站在卖方，好不好？4128的，来，这个叫中天，好，哦，这个成交量也出来了，停损量出来了，哦，这个成交量12000张，明天也有机会打开，哦，这个4131来。这个叫金宇，对不对？啊，这成交量也开始放大了哈，哦。我今天为什么说会举这个生技类股啊？告诉大家，哦，你看这个生技类股每天跌，对不对？但是加权指数持续创新高嘛，你就知道了。现在涨的是什么股票？现在涨的是电子股，点珠够了，啊，哦，尤其是一些啊苹果概念股，嘛，包含联发科啦，啊，国巨啦，啊，哦，今天涨环球金啦，啊，未来会不会涨上影跟可成啊？啊，当然有机会啊，因为这些股票还没有涨到，啊，听严老师讲的话好不好？听进去还没有涨的，你要事先啊去做准备，不要等到说未来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你才会说老师利用我给他讲。其实严老师下午3点半的节目啊，跟一般分析师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我们不愿意去讲人家怎么样，啊，不需要。我们把自己本分做好就可以了，我们把自己本分做好就可以了哈。好，当然这最近参加严老师会员的人数上面会比较多了哈。那我在这边也要跟严老师会员啊抱歉，啊，为什么要抱歉？因为有时候照顾不周，啊，有时候照顾不周，电话没有打那么快，啊，服务没有那么周到，啊，请大家多加原谅一下哈。但是我未来啊，我们会朝着100%的哈，对不对？来服务的精神。好不好？哦，这样子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满足了哈。那再来，严老师今天准备了一份大礼哦。那这份礼物真的很大，这个创严老师啊入行20年来最大的一个礼物哦。那有人在猜啊，老师啊，你是不是要送我们 DVD 啊？啊，一片、两片、三片、四片，我知道你有一个传家宝，叫做 DVD 啊，四剑客啊，有2套，有4片。老师，你有没有那个葵花？宝典啊，啊，跟那个什么《笑傲江湖》那个一样，看了之后功力可以大增的。他也说，老师，我知道你有2本，一本叫《开盘八法》，啊，一本叫多空阴阳线，啊，老师，你还有什么秘密法宝？哦，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存活吗？哦，所以说今天啊，尽在不言中了哈。哦，来看到这个东西，来，我的礼物就在佛门里面，啊。我的礼物就在佛门里面，啊，佛门广大，难度啊很难去度无缘之人，啊，老师，佛门既然广大，为什么没有缘分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度？因为就是无缘，啊，没有缘分，两个人啊，这个走路走在街上啊，对面不相识啊，有缘啊。不要说千里好不好？哦，大家的机缘巧合啊，走到哪边啊，
都能够碰到。我记得我上一次啊，到那个北海岸去玩啊，就碰到一个老朋友，一个老同事嘛，这个人生啊，处处都会相逢，这个就是要有缘，严老师今天大概会送一份超级大礼，好不好？因为我今天心情很好，老师的心情为什么会很好？好，我们打开来参扣几点，好不好？来讲哈，这个叫缘分，拍谁哈？只有两级会员做到，这两级会员就跟老师有缘嘛，在今天早上11:07，亮灯涨停板，今天亮灯涨停板的家数大概不到30家啦，这是收盘还维持在涨停板的，盘中有拉到涨停板，收盘还有涨停板哈。那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拿这种简讯给你看？我要来说明我们的缘分。当然我这个最近啊巡回演讲希望能够怎么样把严老师的理念把我的看法来告诉大家。我希望说对大家操作是有所帮助的齁。当然股票的一个操作其实就是生跟死嘛。生跟死啊，生门跟活门。这个涨停板就是活门啊，活的哦。能够帮助大家反败为胜的。能够帮助大家做到一个改善自己家庭环境非常重要的齁。但是没有办法，只有两级会员，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档数上面都有控制的齁，我们不会说这个每天去买股票买了一大堆每天去卖股票，也不知道卖了以后有没有赚钱。我们每一级会员档数上面是有控制的齁，我们不是那种粗制滥造，对不对？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是一种稳健操作，好，低买高卖，好，不管是做波段也好，做价差也好，我都希望投资人你在股票市场里面，好，最少要做到4点啊哈。当这个行情开始涨的时候，你是能够赚得到钱，能够赚到大钱的；当这个行情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要避开风险，你就不应该去买生技类股。再看到这个行情，如果在底部震荡整理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那现在行情叫什么？现在行情叫高档震荡整理。好，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买第二轮，会大涨的股票，先把第一轮的股票卖掉之后，把钱放口袋，然后再去出手，这个未来会大涨的股票啊。我今天一样举一档股票，好不好？来 ，GIS， 来，这档股票真的讲很久了，讲到这个运通财经来3:30的人客哦，每一个人都知影，老师啊，搁伫 G 啊，搁伫 I 啊，搁伫 S 啊，这个 GIS， 老师的股性不好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老师你怎么能够判定未来能够大涨？我说你在低档区啊，如果说能够看到他投资的一个价值啊，你知道他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不对？不为人知的事情，你自然就敢买嘛。那你大概从60块钱开始买，你会认为说老师啊，这个最多涨到120，涨到120这个地方涨不动了这个拉回搞不好会有跌嘛，也没跌再测一次前高这个地方我叫你先卖一次嘛有没有叫你买回来？你自己心知肚明哦。你不要说老师，你用无甲讲我乃无甲你讲低档去买嘛，对不对？买了之后，对不对？你要卖嘛。拉回涨买点做价差，现在要不要买回来？你问我的话，我直接把证据给你看，好不好？我直接拿证据给你看啊！你大概从下午1:30的节目看到晚上12点了，不会有一个老师拿证据给你看，严老师敢拿现在的一个证据给你看，好不好？来，好，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话 ，GIS G 一下 ，I 一下 ，S 一下，对不对？开盘价120.5，好。我不知道你对这档股票的感觉是什么，很牛，很皮啊，不会涨啊。但是我非常爱它，我非常爱它。我认为过去的就过去了重要是现在跟未来不是因为说外资调升平等我去看好，不会啦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这开盘价120.5的话。我认为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它成交量开始放大了。昨天成交量8000张，今天成交量放大到21000张，21000张。
能不能出手是大家能不能赚钱最大的一个关键。你有没有办法赚钱？你在台股里面看到什么样的现象？啊，你看得懂趋势，你找得到标股，那操作对你来讲易如反掌，斗定米缸。如果说你老是在旁边用看，还是说，哦，可能你听信了一些谣言，疫情不好，经济衰退，啊，很多不好的事情，你都把它吸收掉了。你自然而然的，你看到这支股票就唔敢买啦。啊，老师你敢买不？啊，我绝对敢呐，啊！不是因为我胆子大，我胆子很小，不是因为我胆子大，因为我看得到他的未来，我有下苦功啊，啊，我有下苦功啊。全部的分析师啊，你从一点半看到晚上十二点，绝对不会有人秀这张给你看。这张，现在热的，7月21号礼拜二，啊，今天的 GIS， 我没有跟你讲过去的 GIS， 我就跟你讲现在的 GIS， 啊，你满意吧？满意吗？啊，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啊，不用给严老师掌声啊。给自己一个掌声，啊，帮助投资人其实就是严老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哈。我希望说这根涨停板真的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啊，不管你是买一张，你是买五张，你是买十张，好，至少我能够帮助到你，没有错吧？好，那这通简讯也能够帮助到你，来，好，两级会员做到，这张股票也是涨停板，好不好？好，你要卖随时可以卖。我从来不反对说会员哦去卖股票，我认为真的会员有时候有苦衷啦，有时候操作资金不足嘛，有时候他有压力啊，他会怕啊，其实这个都可以去理解的，好不好？啊，早卖晚卖都是卖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好不好？大赚小赚都是赚啊，只要你有赚钱，心情就放轻松哈。但是这一档股票，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家的投资人，好，严老师的好朋友，严老师好朋友在怎么样？在 LINE 里面，对不对？我们在 LINE 里面有没有常常看到，在这个 LINE 里面有没有常常看到 GIS 啊？你帮严老师作证嘛？有看到你就说有，没有看到就说没有，好不好？这个股票讲很久了啊，我希望你是严老师 LINE 里面的好朋友啊，啊，你是啊，看到了之后你不要那边再看戏呀，啊，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啊？直接来赚钱呐，好不好？好，那今天啊，我们的运动产业台下午3点半啊，这收视率啊非常好，那铺台率也很高，对不对？尤其锁定严老师节目的好不好？好，如果说你之前在严老师的 LINE 里面看到过 GIS 的话，麻烦你按个赞，麻烦你按个赞，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下一档的 GIS 啊，下一档的很强的，能够赚钱的，有波段的，有价差的啊，当然你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人啊，好，今天真的啦，老师非常欢迎，然后你可以直接做出个扫描，好不好？直接做出个扫描的一个动作了哈。那同志这档股票，我常常讲哦，啊，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解哈，不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哈。我不希望说大家哈，好，这个好像看到这档股票，每天在那边猜啊，老师啊会不会涨停啊？啊，老师啊会不会啊每天涨？啊，老师会不会每天涨？会不会涨嘛？你告诉我嘛！啊，叫你打电话进来，扫描 QR Code， 你也不来啊？老师会不会涨？啊，我问你就会不会涨嘛？啊，结果每天涨，每天涨，啊，你赚钱了没有？你赚钱，我要恭喜你。那如果你没有赚钱，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自己的操作的方式好像有点错了？每天边猜猜看，哦，旧的股票就不要再做了，好不好？要操作有这种新的，好不好？这叫生风嘛。啊，你从低档去开始布局的话，60块钱、70块钱都可以布局啦。啊，拉回修正在80块钱，你都可以买啊。啊，60、70、80在里面，不要等股价来到140了啊，来到这个地方了，你说老师啊，啊，这个地方能不能追？啊，我们操作的逻辑其实在节目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啦，啊，不会带各位去追股票。啊，我希望说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怎样？买在低档区嘛，对不对？开盘价124，你真的可以买啦，好不好？哦，也可以卖，好不好？有买有卖，对不对？这个地方还有拉回的一个机会嘛，没有错吧？
啊，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常常讲到一档股票了哈，来这档股票我们讲一下好了，来哈，来好，股票操作看未来哦，啊，我不希望说你只有赚一根涨停板，股票操作看未来，我不希望说你两天只有赚14%，啊，三天只有赚18%，老师今天小涨，小涨好啊，涨太多反而投资人不敢买，对不对？哦，反而要拉回，好不好？哦，拉回哦！我现在请大家去买的股票，绝对不是说哦去那种就是说去追的股票，我也不会带大家去买那种要摸底的，像合一啦，哦中天啦，这个明天可能都会反弹啦，啊、哦、反弹就留给别人去讲啊。我比较喜欢做那种就是说能够快一点的啊、哦，这个价差可以快一点，还是说这个波段的行情啊可以涨多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讯息啊。现在开始啊，选股不选市。哦，加权指数虽然创新高，啊，把它放一边，不要去看它。我们来认真的来选股票哈。那投资人啊，目前为止操作股票的依据啊，我常常讲哦，不要去看报纸啊、杂志啊、电视啊，啊，这些啊对大家帮助性不大。啊，听了消息，股市的名嘴、名牌。哦，对你不见得会有帮助啦齁。那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哦，你可以试试看自己真的很厉害吗？干嘛要这么厉害齁，老师要提醒你好不好哦，今天虽然加权指数上涨了223点齁，有些股票逢高要做出个卖出的动作。有些股票在明天后天有拉回啊，在低档区啊，你要开始布局。对不对？每天跟大家讲布局那种低阶的，布局那种未来会大涨的，还是跟你讲啊，苹果要找低阶的哈、啊，去追没有用，好不好？苹果要买低阶的啊。昨天有人讲被动元件不好，对不对？今天被动元件涨得好像比较多了哈、啊，股票没有那个好不好，买点跟卖点而已，好不好？现在不好，并不代表未来不好啊。被动元件请注意啊、哦、七月八月九月的操作有没有机会上车，不要等涨上去了你又跟老师讲，老师啊这哦被动元件哦早知道我就早点买，对不对？好，那当然今天要送给大家一份大礼物了，好不好？大礼物，老师是不是标股啊？那也要你打电话啊，你电话没有打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嘛，对不对？老师真的有标股吗？我不知道好不好啊，我不知道啦，你认为有就有，你认为没有就没有。但是我今天有个独家的消息好不好，我今天有个独家的消息，别人还不知道啊。你也不要问我说我昨天跟谁去吃饭啊，我平常都是一个人吃饭啊，那昨天去跟人家吃饭啊，这饭一定要吃的、啊、哦，会不会有个独家消息啊，啊明天直接跳空的 啊你想知道吗？好，明天要操作这档股票叫单股锁单最好赚。好，明天唯一的一档股票啊，唯一的一档股票务必要跟上齁。今天你把电话拨通了，严老师送给大家一份超级大礼。啊，超级大礼不止一份啊，搞不好有三份啊，通通让你带回家。严老师今天只收一个月破天荒，只收你一个月。单股锁单直接服务，由严老师我直接服务到年底以外。我们先做完一支，我们再做一支，好，这样子可以吧？哈，机会只有一次啊，好，请大家好好把握哈。那严老师今天开放，好，自动升级，好，你嫌得我严老师的对不对？这个会员等级太低了，我今天自动升级了，好不好？但是请记得哈，这机会要好好的一个把握，好礼大放送，好，超级的一个大礼物，今天拨电话的进来的人都有，人人都有奖。好、哦，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哦，自己的权益哦，不要去怎样丧失了啊、哦！等一下电话要拨快一点哈、哦，来把电话赶快拨通，严老师让你马上验证下一支的标股单股锁单是哪一支，今天开放索取超级大礼，电话拨通了，我们马上来做出个验证，打电话进广告。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轮源投顾严分析师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擅长基本面分析，精研大盘结构，最能洞烛机先，充分掌握风险，积极拜访公司，深入产业研究，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今天严老师啊，要跟我们运通财经台的投资人啊，来做出个结缘的动作哈、啊。那结缘啊，其实非常简单哈、啊。那你今天也不用扫描 QR code。哦，因为我们今天开放的是电话，哦，你电话拨通了，你要记得哦，要留下各位的姓名，啊，联络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明天呐，啊，我们有一档单股锁单的，啊，我想通知你，就透过你今天打电话进来，啊，留下各位的姓名跟联络的一个方式，哦，那是讲咱两个有无缘呐，啊，我看到你的电话，哦，大概在前面10位了。大概就是由严老师我亲自的拨打电话给你。如果说这样股票买点到，我明天会进场。好，我明天会进场，但是我不会去追。我先讲好不好？我会利用拉回的一个机会，我会买低档去底部起涨的股票。我相信这个是投资人所要啊。当然，明天升级股可能会反弹呐。啊，反弹你还是要站在卖方，我们也不会去抢反弹，因为我们手中啊也没有什么升级类股啦。我相信我的会员应该都很清楚啊，之前还有人问说，老师你做不做生机类股？我有做啊，我就买在低档区啦，啊，有赚我可能就卖掉了哦。但是我不认为说生机类股啊，它能够怎么样长治久安？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啊，它涨幅太大啊，它已经超过这个基本面啊容许的一个范围，对不对？所以我手中没有生机类股了哈。但记得啦，明天有生机类股的啊，这个反弹呢还是要站在卖方啊，千万不要去摸底，好不好？来，明天操作的股票就是买未来的，好不好？明天要做的股票就单股锁单的，就买未来会涨的股票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哦。那当然，我们就讲股票，不要讲从前多勇敢，我认为这个屁话。从前很勇敢，日本时代有人也很勇敢啊，但是那已经过去了啊、哦。要讲说你现在很勇敢，现在很勇敢。老师，这个 G 什么 I 什么 S 什么很勇敢，对，你应该赚得到钱嘛？你不要跟严老师讲说，老师啊，啊 G I S 我看下股啊，我探波机，今天涨停板创波段新高，早上11点就拉到涨停板的，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赚不到钱，啊、哦，真的赚不到钱没关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哦，今天飙股，啊，电话拨快一点，好不好？因为有个独家的消息，我会让你知道。独家的消息，我会让你知道。你知道以后，你就知道这一档股票单股锁单是哪一档股票，好不好赚？你慢慢看，下一档务必要跟上，啊，务必要跟上。今天最强的叫什么 ？GIS， 啊、哦，
先给你恭喜一下，好不好？你有做到，我给你恭喜一下啦。没有做到的啊，明天好不好？今天电话很重要，一定要拨通。严老师今天送给大家一份超级大礼，好不好？好，一份、两份、三份不知道啦，五元那些全部带回去。严老师今天啊，开放只收一个月，一个月今天开放单股锁单，服务到年底，好不好？自动升级啊，电话拨通了，来，今天留下电话，啊，留下你的姓名，姓名、电话一定要留，电话拨通，马上来验证我们下一支的标股哈。今天的电话很重要，一定要打通电话，一定要留下各位的姓名、联络的方式，我们明天同步进场，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YouTube 硬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听个到、看个到。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算随看，真方便呐、啊。YouTube 硬通财经台频道，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龙岩投顾严分析师历经多次万元与空投，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擅长基本面分析，精研大盘结构，最能洞烛机先，充分掌握风险，积极拜访公司，深入产业研究，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龙岩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